各位长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参加台大医院 COVID-19 疫情下来医院安全吗？台大医院健康监测管理系统及病患来院注意事项及国际经验分享视讯线上记者会。首先为大家介绍出席的长官，台大医院高嘉宏副院长，综合诊疗部暨健康管理中心邱汉模主任。品质管理中心陈世英主任，以及我们线上参与的台湾大学医学系王韵如教授。记者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请高嘉宏副院长为我们开场，有请高副院长。好，谢谢。那各位线上的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那我想台大医院在今天我们又开始我们的线上记者会。那当然，我们今天会讨论这个议题，我想应该也是最近大家所关心的，那就是这个在 COVID-19 的疫情之下，到医院来到底安不安全？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想，台湾的这个 COVID-19 的疫情，那从5月开始，我们有这个3级的警戒，那到了7月的时候，那因为疫情趋缓，所以变成这个2级的警戒。那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大家也可以看到，那本土确诊的一个案例，那也是大幅的一个减少，但是还是有零星的一个个案存在，所以表示说在社区里面，还是有一个潜伏的或者叫隐藏的一个传染链存在。那因此，如果我们看整个全球的在各个不同国家它疫情发展的状况，那现在很多的专家也都同意说，我们大概不太可能把这个COVID-19 那从这个地球上把它清除掉，所以大概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它和平共存。然后，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做随时的准备。不过在社区是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不过对医院来说，医院我想还是要确保这个零风险，所以我们对医院的一个保境或者对整个不管是医护人员或者对来院的一个民众的一个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考虑，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那所以除了我们要拼这个所谓疫苗的施打率。这个越高越好，那希望能够达到群体免疫之外，那也要有一些措施来确保这个医院里面的一个干净跟安全，所以这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记者会要讨论的这个3个主题，所以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对员工的一个健康监测系统，这个是会由我们品管中心的陈世英主任来负责报告，那另外我们病患。来医院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要做所谓的筛检，所谓的快筛。那不管是抗原的快筛，或者是核酸的快筛，那大家也可以知道，我们台大医院最近有4个这个筛检站的一个成立，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这个民众那进到医院来做一些比较特殊检查或者陪病探病的时候，那经由这样的一个筛检确保他们身上没有这个病毒的存在。那进到医院，那一方面保护自己，那也可以保护他们的家属，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的医护人员那更有信心。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请我们的综合诊疗部还有健康管理中心的邱汉模主任来各位做简报。那我们也知道新加坡应该是目前大概在全球国家里面，它的疫苗施打的覆盖率是最高的，也包含这个第二剂的一个施打，所以我们也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所以我们请到医学系的黄韵如教授会跟我们来分享这个新加坡那对这个 COVID-19 防治的一个措施，还有他们的一个经验，那希望能够给台湾做一些参考。所以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记者会会跟各位媒体还有我们的各位民众那所报告的一个事情。以上，谢谢。谢谢高副院长，接下来请综合诊疗部同时也是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主任为我们简报，有请邱主任。好，谢谢高副院长的介绍。那在座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各位民众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医院在恢复医疗量能之后，那来医院做检查是不是安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做检查之前都会要求来就诊的病患或是病患家属陪病家属要先做快筛的一个检查，那这个当然增加了民众的一些负担哈。不过这些措施那到底是不是应该哈？那我想这个都有很多可以去深入了解哈。所以我今天针对这一点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那首先在最前面我想跟各位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先前排的检查可不可以干脆就跳过去不要做，那这个当然很多民众在问，但是首先你可能要认清楚那你自己本身在某些疾病到底是不是有很高的风险，我想这是非常重要。那譬如说很多人有参加癌筛粪便潜血检查阳性，已经安排了大肠镜，但是临时因为医疗量能降载被取消，那到底要不要干脆就明年再说，还是说要赶快来做检查？那有一个粗略的数字告诉各位其实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大概20个有一个是大肠癌，那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做，我想大概已经非常的明白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过去癌症有开过刀，比如说肝癌开过刀或是胃癌开过刀，那例行的一个追踪检查如果不做，是不是会让自己暴露在比较高的风险。那再来就是像如果有家族史，那或者是有本身有肝硬化种种，那一些高风险的家族史的确你必须要定期接受检查，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今年可以跳过去，我想大概你也必须要跟你的医师好好做一个讨论。那再来是有没有一些非常需要提高警觉的一些症状，譬如说你有出血，粪便大便有沾血，那或者是说有明显的体重减轻或全身性的一些不舒服，或是某些部位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疼痛，那这些种种我想大概都必须要提高警觉。那你如果自己有摸到硬块，那是不是应该赶快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我想这个都是不应该忽略的一些事情。那再来就是你有没有进行中的一些治疗，那譬如说你在做放射治疗，或者是有定期在引流，譬如说胸水腹水这些，那这些事实上如果不处理，那有没有可能对你的健康或对你的生活品质造成影响，我想这个大概大家都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那在这边跟各位提醒一下，虽然这个疫情来势汹汹，那但是慢性病终究才是已开发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健康威胁。各位可以看得到，事实上美国在这次疫情受到的影响非常的大。那他们这次死亡的人数因为 COVID-19 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二次大战死亡的人数。即便是这样，如果你看着
美国的这些慢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肺病或者是癌症死亡的总人数，在2020年去年，事实上总人数远远超过 COVID-19 的死亡人数哈。那不要忘记，事实上疫情来了，或者是你打了疫苗，你那些慢性疾病不会消失哈，都还是在，甚至有些还逐步在进展。所以我想各位要认清，事实上在已开发国家，我们最重要的死亡威胁是慢性疾病哈。那这边有一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哈，那这个是我们国家规定，粪便潜血检查阳性之后，应该要6个月内做大肠镜哈。那很多人就会拖了哈，那不敢做一个。那最近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疫情，所以我就不要做哈，因为怕被感染。但是各位知道吗？如果你肠子里面有大颗的息肉，事实上你放置不管，那随着半年、那9个月、12个月哈，那事实上你这些良性的大颗的肿瘤性息肉有可能会逐渐演变成癌症哈，这个都会增加你的健康威胁。那甚至如果原先你肚子里就有癌症，刚才有讲过20个有一个是癌症，那如果你不管的话，可能第一期变第二期，第二期变第三期哈，那这个速度甚至比良性的肿瘤变成癌症的速度还要快哈，所以我想这个各位不要轻忽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英国在去年2、3月开始有疫情影响之后，那他们的这些门诊检查尤其是内视镜的量，那下降了非常多，那以至于整年下来被遗漏掉的癌症消化道的癌症，那比往年来的少很多哈。那其中以最盛行率最高的大肠癌来讲，大概整整少了70%哈。所以我想各位可以非常明白存在的疾病不会因为这样消失哈。那但是呢，延后它的诊断，事实上会危及大家的健康。好，那第二个我们来谈谈看检查前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准备哈。那目前我们比平常例行性检查之前要做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做COVID-19 的一个筛检哈。那目前我们在台大医院的做法，侵入性的检查包括胃镜、大肠镜，那我们需要3天内先做快筛。那各类的超音波检查因为停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做快筛哈。那但是要做好个人防护哈，戴好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再来是一些治疗性的超音波，譬如说做切片哈，或是一些肿瘤的烧灼哈，那这些东西事实上停留的时间会比较长，那应该要3天内做快筛。那其他有一些要放射治疗的病人呢，那因为这个是一个疗程，那每个礼拜都有一些疗程在进行，所以我们要求每个礼拜都要先做一次的快筛。那至于手术或是住院治疗哈，那或是这些相关的，就是说在医院里面停留时间比较久的，那我们是要求住院一周内要住院的一周前要做 PCR 的检查。目前我们台大医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所谓的第三筛检站在中山南路三的台大医院的斜对面，那我们提供这个快筛的一个检查哈。那服务时间各位可以看得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礼拜五的早上跟礼拜三的下午哈。那目前呢运作的是相当顺利，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病患或病患家属的一个配合哈。我想这部分是目前我们认为可能还会再持续一阵子哈。那刚刚副院长有讲到要社区要清零恐怕是有点困难，那甚至前几天的媒体也有报道这个三峡的群聚，事实上有一位是要做内视镜之前做筛检找到哈，我想这个都是告诉大家事实上社区上还是有，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措施哈，事实上是保护大家哈，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哈。那这是我们的筛检站哈，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临时搭建，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快筛站哈。不过我想这个功能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哈，该做的在这里都可以做。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目前我们如果快筛阳性，那我们要求隔离，那做 PCR 的检查。那如果是阳性，当然就是隔离下去哈。那各位可以看得到下面的红字是这段时间这一个月抗原快筛阳性的个案，那目前为止，那我们都是到8月27号为止哈，那个案都是呈现一个伪阳性哈，就是 PCR 都是阴性的一个状况哈。
那国外到底目前是怎么做？那事实上美国针对譬如说内视镜之前要不要先做快筛这件事情，从去年到现在就改版，曾经有改版这个指引。那最主要的因素当然是疫情的变化，那可能会必须要做不同样的一个因应。那检查之前做快筛它的好处，但减少病患，那还有减少所谓healthcare worker 就是医护人员的一些焦虑。那坏处当然就是伪阳性、伪阴性引起的下游的这些措施，那这些当然会影响到医疗的量能，尤其如果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有可能这些阳性，那不管是伪阳性或真阳性，大概都会占用很多的医疗量能，那这个当然是一些考量。那这中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但台湾现在防护设备那这些装备大概都已经充足，比较没有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个是传播力，现在Delta病毒株事实上它的传播力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指引或许在未来有可能会在改变，因为这是五月出版的，那想必在三月大概就定稿，那三月到现在八月中间事实上Delta病毒株的一个整个盛行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台湾目前大概有重要的考量，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台湾目前疫苗的施打的覆盖率还不如美国，美国有些地区譬如说加州都已经到 80% 都打完两剂，那在台湾目前覆盖率即便是一剂大概都还远远不如欧美，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大概台湾有台湾自己的考量。那再来就是国外的 Delta 病株的一个现况，我想大概也是令人非常的担心。那还有一个是台湾的医院大概跟国外比起来也相当拥挤比较多了，以台湾的这个就医文化来讲，所以这种种种的情况让我们认为目前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会比较安全比较保守。那各位看一下，这个不管是英国、美国或者是亚洲的印尼，那到七月为止事实上新诊断的 COVID-19 的个案，那现在大概是以 Delta 病毒株为主，那这个未来会怎么演变，我们恐怕还是要再继续观察。那甚至有一些专家建议是要打第三剂，那在台湾连第一剂都覆盖率都还不足的情况下恐怕我们要守住社区应该要更谨慎一点。好，那这以上是我的针对这个来医院做检查相关的一个报告。好，谢谢。谢谢邱主任，接下来请品质管理中心陈世英主任为我们简报，有请陈主任。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记者轩小姐，大家好。那我是品管中心陈世英医师，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下针对我们台大医院在员工健康监测的一个管理方面的目前的作为跟规划。好，那我想这次不说疫情特别是这种新兴传染病来讲，它除了在全世界的造成多发的一个感染之外，那当然对于我们台湾社会来讲，就有可能经由国外进入到我们的社区。那在社区里面呢，不管是借由这个症状，病人出现症状而产生比较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也有可能经由这些所谓无症状或轻症的这些家属呢，其实呢也有可能进到医院，所以呢有可能造成医院方面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群聚感染。所以大家可能很熟悉所谓的这些我们国家在很多边境管制上面做了很多的一些作为来阻绝外界的国外的病毒的入侵。那当然我们在社区里面大家也很熟悉，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些所谓非药物的这些工位的介入措施来阻断这个病毒在人际间的传播。不过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或者比较不清楚，在医院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作为跟措施来避免医院产生所谓群聚感染。不过即使是这样，我想对于这样潜在带有一定比例的无症状或轻症感染的病毒，所以 COVID-19 的这个一样一个病毒来讲，其实在防治上面还是非常的辛苦跟需要很多多重方面的一些协同的一个作为。那如果把一波一波的病毒把它想象成一个这个一波一波的海浪，或者是一个正在这个淹大水的一个河流来讲，那其实你的提案再高，那如果今天这个国外疫情很严重的时候，这难免会有一些病毒呢可能溢入进入到我们的社区。那如果社区呢在持续传播的话呢，就难免呢经由一些不管是被感染的病人或者是无症状的家属
甚至是工作同仁在社区得到之后会进到医院。那医院特别是一个所谓相对来讲是一个不管是亚健康族群或者是甚至在生病中的病人来讲，在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之下，其实呢一旦发生了群聚感染，所相对的这个严重度呢又会变得更高。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如果在国家来讲呢，其实在我们的机场或海关呢，就很多包括集中检疫，包括会有隔离的14天或21天里面呢做多次的筛检。那就像刚刚邱汉谋主任也跟大家报告过，在我们医院里面或是台湾医疗院所，一旦从社区要到医院里面住院或是检查来讲，所谓的入口管制也有包括住院或入院的这些筛检。不过即使是这种关卡式的一次性的一个筛检或多次性的筛检，其实你还是很难以避免这种零散的这种无症状的这种带有病毒的这些民众呢在社区里面传播，甚至进到医院里面去。所以除了这种关卡式的这个筛检之外，其实在社区里面呢，我们就更需要介入很多我们所谓的这 NPI 非药物的公卫介入措施，包括这个口罩跟手部卫生那维持这个社交距离或减少这些不必要的这个群居聚会，来阻止这个社区菌的传播。在医院里面呢除了这些很我们平常一直在努力的这些感染管制的各个措施之外呢，其实呢在员工的或者是病人的发烧或者是员工的健康监测，也是医院目前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其实在5月呢也特别提醒不管是企业，那其实呢在医院里面呢更是动辄上千人的一个工作环境来讲，必须要对员工的这个健康状况呢必须能够提供监测跟必要的一些介入或调查，如果一旦有一些状况的话。所以这个员工健康监测呢，其实是不管是在目前疫情期间甚至在后疫情时代呢都将会是变成一个需要常态而且维持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夫。那在医院里面呢，当然我们会针对检查或住院病人呢他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他有没有什么新出现的一些发烧的这些情况来去做一些监测，那必要的时候呢会按照目前医院跟国家的一些指示呢做必要的这个筛检或者是一些核酸检查。那对于这种家属或照护员，那甚至更多的这些医疗机构的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来讲，他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大概我们会除了重症单位有一些需要常规去做核酸筛检之外，我想更重要就是平常的一个健康监测。所以两个虽然概念不太一样，不过重点都是在早期呢能够发现异常的这些感染或者是群聚的一些状况。那其实健康监测这样的作为其实并不是这个疫情的时间呢才会去重要的才会去重视的。那不过呢，虽然这样健康监测的概念很简单，不过事实上它的整体的效果其实取决于它你监测的这个整个机构的监测的涵盖度，你多少的员工有被监测到，你这个通报的时效性，就是你从你症状发生到被发现或者是这通报说我有不舒服，或者是这个 做一个监测的一个单位来讲，你人工判读的敏感度。那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很多监测方面的回报呢，常常就是员工觉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去回报，那甚至有时候呢就不回报，那有时候呢他可能隔个假日回到医院之后呢才做这样的回报的动作。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涵盖的范围呢也许呢可能也许对于有一些外包的合作的厂商可能会比较涵盖不到，加上后端的人工判读的敏感度，这些呢都会大幅的影响到我们健康监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如果我们再看一个医院里面，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医院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运作的一个体系，那除了这些病人之外，其实在病人以外的这些所谓健康我们认为应该是健康的族群，包括我们编制的员工，还有更多其实第一线在协助照顾病人的照护员，那当然还有很多在医院里面协助医院运作的这些，包括清洁、传送、住警，还有部服、污染部服，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驻点厂商，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家属或者是他们自聘的看护、自聘的这些外佣等等，这些呢都是理论上应该要去做的一个监测对象。那我们要监测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当我们想象一个人被感染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他可能发烧，可能肌肉酸痛，这是我们大概所谓健康通报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再更严重一点，他可能会觉得他需要请假，或者是出这个缺勤，直接来不及请假，今天就来不及上班，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应该想象的资料来源可能是在灾情管理。那更严重的情况下，员工可能就会因为某种情况而需要住院，特别是我还是发烧感染甚至肺炎住院，这些都是应该特别要去监测的重点，所以我们也需要去了解整个医院同仁的一个就医的状况，那这部分所谓就医资料。那所以整个我们的架构其实就是从资料来源端来讲，我们会请同仁的每天来回报，经由一个叫我们叫 RECAP，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临床资料的一个收集系统，那不过我们用它来做一个资料收集的一个回复的一个系统，然后呢，我们也会经由这个人事的这个差勤的管理系统呢，还有以及我们的医院里面的同仁的就医资讯，那每天呢会抓这些资讯呢把它整合起来，那我们利用我们所谓的我们叫 BI 或者医疗智慧的一个决策资源系统，然后经由这个资料的这个运算跟分析，那初期可能是会人工去检阅，不过后面呢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用的AI 来协助判断，那当然重要是我们说会反映在即时的一个仪表板的显示，那虽然说即时，但当然不是说立刻，大概我们会在今天可以抓到昨天的一个整个医院同仁的一个健康状况的资料，所以这是我们整体的规划在处理方面会有这样一个一层一层的一个方式来去进行。那你要让同仁能够配合去回报自己的健康状况，那整个资讯的设计就要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其实用 RECAP， 那事实上除了我们每天会发送信件连接，其实我们可以请同仁把这个连接直接建立在自己的手机的这个桌面上面，所以他每天呢在一定的时间内去点开，然后回报他今天有没有在医院里面，然后他有没有出现发烧或其他的一些症状，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其实点四个键就可以送出，整个过程大概不需要十秒钟就可以让院方知道他同仁今天的健康状况，当然如果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如果他有发烧，我们会请同仁再多回报一下他的体温，或者是他有任何的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那我们就会请他再告诉我们这些相关的症状以后续的医调。那整个来讲我们的系统很简单，我们会在每个单位都有一些窗口负责人，他最重要是要把这些单位的这些同仁名单呢建表建建照册之后呢，由我们的到我们的安全卫生室，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汇入表单系统里面，那我们系统就每天呢定时发信提醒请同仁呢回报他自己当天的健康状况，那回报的这个资料呢就会自动的呢回到我们的 RECAP 系统，再进到我们的所谓这个 BI 的这个资料仓储，那同时呢除了员工的健康状况之外呢，其实我们还会去同步抓病人同仁的这个差勤状况，跟同仁每日昨天在医院里面门柱及就医的状况，特别一些重要的一些诊断嘛，那我们就汇集起来呢变成在我们的资料仓储里面呢去做运算。那我想我们要去侦测一个医院里面有没有一个异常的感染，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同仁的感染，恐怕任何的一个资讯系统都没办法去侦测，所以我想这个基本同仁的这个警觉心，还有他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疫病病人，还有这个基本的疫调还是非常重要。不过呢，对于我们希望经由这样的一个监测系统能够了解，或是早期侦测有没有某一个单位的一些人出现了群聚现象，或甚至是在不同单位许多人发生的这些感染，那这时候呢就会反映在所谓异常率的一个发生。所以整个后面来讲，其实我们就类似像引入所谓的这个有点像 GIS 这种地理定位，不过我们是用在是医院里面的这些这个工作单位的定位，去侦测一些单位的一些特殊的群聚，那当然如果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传播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早期侦测到异常率的一个发生，类似像症候群侦测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让这些资料呢能够早期的让医院人能够去监测到，所以整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监测，我们希望引入这个数位智能的一个管理方式，那经由安全卫生室，那其实以后会经由AI 的方式来协助判断，来去早期侦测这个异常的发生率或群聚，那我们的感染管制中心的同仁就可以去介入，必要进行必要的隔离或疫调，那相对呢我们就会赶快让相关的单位呢能够启动一些包括减载包括后面的复原控制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整个的事件之后呢就会回归给资讯室，然后呢再作为后续这些AI 的运算的这些演算法的这些这个精进，或者是一些去做后续的这些加强这个后续预测的能力的这些状况，所以整个架构是这个样子，所以大概简单讲就是说事实上
我们的员工智能健康监测哈，实际上是不是为了新冠疫情哈，也为了将来可能任何的一个新型感染症去预做准备，所以它是个长期，而且不是只有在医院里面，相对同样类似像台大医院这种上千人的企业，其实都应该有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员工健康监测系统哈。那我们员工包括我们照护家属的这些同仁的一些健康监测呢，无论在疫情期间或是后疫情时代呢，都是会持续去推动的哈。那我想最重要是要导入一些数位科技哈，减少一些人为判断或者是通报的因素哈，那然后来促进整个资料收集的效率。那当然后续呢，我们前端呢可能是先用人为来去判断去标注，不过后面呢，我们就引入 AI 去做协助这些，把这些资料变成有效的一个资讯，进而呢提供我们早期的这个侦测，然后能够提升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决策品质，然后提供早期介入的一个措施。所以我想，一个重视员工健康状况的医院，才能够提供我们的病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医疗环境，这是我们台大医院一向以来的使命。我想，今天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陈主任。接下来我们会播放由医学系黄韵如教授所提供的新加坡防疫影片。影片播完后，也会请黄韵如教授跟我们视讯做一些分享。疫情肆虐世界的当下，被困在台湾的我们，不免会对其他国家医院的进出管制感到好奇吧。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目前人在新加坡的黄韵如教授，为我们说明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设医院的防疫措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新加坡特派教授黄韵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设医院 NH 的门诊区，这边呢即将通知到他们的 Medical Center。 大家想要知道一下新加坡的医院怎么样管制看门诊的病患的进出吗？好，大家跟我一起来。首先我们要去看门诊之前，要先经过一个叫 Health Declaration 的一个走道。你们来到这边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二三，这三个是登记所谓的 health declaration 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台子，呼吁大家要对医护人员不要暴力他们。那这个就是要来 NH 看病的时候，大家需要有的一个先做的 health declaration。如果家人或亲友住院中，要怎么进到医院访视呢？国立新加坡大学附设医院规定，每次门诊都只能有一位陪病者，所有的陪病者都必须注册及申报健康状态。医院的墙上也有明确的图示，提醒所有的参访者注意手部卫生，确实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不要在住院区饮食及如厕，也别坐在床上。那要到这一栋的八楼或九楼看病的病人或者是陪病的家属，要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有 ART 抗原快筛的测试。我们看看这边抗原快筛的测试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抗原快筛测试的柜台，然后呢可以看到在后面有一个所谓的抗原快筛的等待区，就是做完抗原快筛的病患或者是他的陪病者的时候，就在这边等待结果。如果是阴性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边，是他们的电梯间，直上八楼到九楼的门诊区。千万不要忘记，在门诊前要申报自己的健康状况。最后，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住院病人的访客在看病时应该要做什么呢？医院内部有许多清楚的标示，提醒每一个进到医院的人该怎么做。到院时也应该在访客登记柜台进行访客登记。医院内的抗原快筛试剂贩卖机
贩卖的抗原快筛提供访客做使用。到院访视或陪病的人需要完成注册，以 ID 卡或票券才能进入医院。好，我们的影片在此告一段落。那我们接下来也请我们的黄韵如教授跟我们视讯连线做一些分享。大家好。谢谢各位参加这个线上的网络记者会。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新加坡的这个实况报道。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都没有人，因为那是在下班时间，为了不这个影响病人的进出特别拍的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新加坡现在对于新冠疫情，他们 COVID-19 他们的策略已经是刚刚柯副院长也有提过，他们其实是以从清零已经变成说要与病毒共处。所以呢，他们现在的第一要务呢是已经将全国的疫苗的接种率呢第一剂已经达到全国的 83% 的人口，那第二剂呢已经是全国的 80% 的人口都已经完成接种了。所以他们借着以这种高疫苗接种的这个方式呢，来作为他们往后要往 COVID-19 跟病毒共存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这个也会影响到病患进入医院看病或者是接受治疗或者是探病的这个措施。那基本上虽然他们新加坡的社会是采取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是现在其实出外就是并没有封城啊，出外用餐啦，那其实都还是非常的自由。但是他们对于医院的管控其实还是相对的紧缩。那刚刚的影片中大家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是严格规定每一次的陪病就只能有一位陪病的家属。那在住院中其实也是需要先为你需要看病的家属要先注册的。那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在新加坡的住院的病患其实他们是没有所谓的看护的这个住，就是与病患同住的看护的这个措施的所以大部分他们的陪病都是的病患的照顾，在住院的病患都是以护理的人力还有护佐的人力，所以不会像台湾的医院有所谓的就是跟病患同住在病房里面的家属跟看护，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防疫上呢，会比较的单纯。好，那可以看到说他们严格的规定，可以进出门诊还有住院探病的这些访客呢，那他们同时也要求要有进出的这个快筛，那可以是快筛或者是你在24小时之内有任何的 PCR test 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哦。那这个很有趣的是他们也针对病患有没有接受或者是访客有没有接受完全的疫苗接种来作为需不需要有这个快筛的这个依据哦。那如果你是
这个是非常新加坡的做法。他说，如果你每次来探视是在30分钟之内，然后你是完全的接受过你的疫苗接种的话呢，那你就不需要你就不需要进行快筛。但是如果你没有完全的疫苗接种的话呢，你就需要接受快筛。那如果你的探视呢，每次的探视是超过30分钟，意思说你可能需要在医院待非常长的，比如说整个探访几个小时的时间的时候呢，不管你有没有接种完整的接种疫苗，都要有快筛。那这个快筛他们是只接受24小时之内的快筛，所以你可以预期的是，假设有家属他必须每天都到医院看病的话，那等于就是每天他都是要重复的做快筛。那这个快筛的费用其实就是家属病患他们自付。也刚刚在影片中大家也看到有所谓的这个在医院里面有这个贩卖机，这个贩卖机贩卖的这个抗原快筛试剂呢，这个一盒里面大概可以做两次。然后它是新币12块，那现在台币对新币是汇率大概是20，所以大概是240块台币。然后你可以做两次的抗原的快筛，那是其实是对病患来说非常的方便哦。那进出医院的管控，其实这方面在新加坡是做的比台湾要就是说他们的管控是完全以刷卡进出，这也包括你的员工哦。所以他在他现在因为COVID-19 的管制，所以他并不是像过去一样有很多不同的门都可以进出，所以他有一个等于说可以管控人流的一个统一的进出的一个地方。所以所有的员工还有要探病的家属还有病患呢，其实都要靠刷卡来进出管控，所以这个一定是事先要跟医院申请通过，然后有快筛阴性之后呢，才能进出医院。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新加坡对于他们社区是采取开放与病毒共存的一个态度，但是在医疗的院所，他们还是尽量因为以管控的这个观念来出发，他们其实是属于还是比较紧缩的、哦、那很有趣的是，大家大概会看到影片中就是说探病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哦、在医院中大概最主要就是你的口罩已经不能拿下来，所以他们也说你不可以在医院的内部用餐，因为用餐的时候你就会要把口罩拿下来。那探病的家属需要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很抱歉，你就必须离开病房，在外面用餐，你就不能在病房里面与病患共同用餐。那第二个就是当然是洗手啊，那也是有非常多的干洗手消毒的装置。那比较有趣的是，探病的家属他们规定不可以在病房里面呢上厕所。那这个我们其实我跟几位新加坡的医师朋友讨论过，其实大概就是担心说，如果就算你是抗原筛检阴性进病患，但是有可能是伪阴性，但是大家知道说这个排泄物还是有可能有一些病毒存在，所以他们做了这个很有趣的规定，说家属探病访客的是不能在病房里面用病房的厕所。那上厕所怎么办？那跟吃饭一样，你很抱歉，你必须出来到外面的公共厕所、哦、那这也是保护在医院中的病患。那第三个还比较有趣的，其实这个大概很难想象在台湾会做这样的规定。他们规定探病的家属呢不能坐在病患的床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规定哦。那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是因为床上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你的血液啦、体液啦、哦、或者一些手术的病患，他有一些就是一些体液，那其实他会有一些比较潜伏性的你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感染源存在，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这个探病的家属，因为你如果碰触这些病床或坐在病床上，你的衣服有可能会沾染到这些病毒，然后再把这些带到社区去，所以他们需要禁止这样子。那
其他的一些在病房里面的一些你会碰触到的一些表面，因为其实都可以靠着洗手干洗手来处理，所以这个是他们比较没有去规范的。所以这个大概从他们新加坡的探病啦、住院啦、看门诊的这个做法，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台湾社会跟新加坡社会有一些很类似，也有一些很不一样的文化上的做法。那这个让我们台湾的民众可以做一些参考。然后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想想说，哎，如果我们下次要进医院的时候，要探病的时候，要看门诊的时候，哎，在医院要拿下口罩吃东西这件事情，哎，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想想说，哎，这个风险有多高？哦，那 不一定我们现在台湾的疫情现在控制是还不错，所以相对上风险是比较低的。那但是现在新加坡疫情是 Delta 的这个疫情为主，所以 Delta 它的高传染力，所以基本上在户外的这个拿下口罩要禁食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被高度管制的。那现在在外面要用餐，进入餐厅用餐呢，你一定要是施打过完整的两剂疫苗，然后呢在政府的这个 app 上面呢已经是确定你有得到一个绿色的小勾勾，就是你已经有完整的接受疫苗，你才能进入餐厅用餐。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整个新加坡的防疫不管是在医院端或在社区端，其实都环绕着要将社区的这个疫苗施打的覆盖率大幅的提高。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台湾未来能够面对COVID-19 的这个疫后的重回正常的这个社会运作所很重要的一个参考。谢谢大家。谢谢黄教授，接下来是媒体提问时间，请高嘉宏副院长继续为我们主持。谢谢前面三位教授非常完整的一个简报，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确实就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哈，那我们现在也许的目标是在社区，那一般的民众可能就是要跟这个病毒共存，因为这个病毒显然是没有办法从社区清零的。但是就医院端来说，我们要采取更严格的一个感管的一个措施。那因为医院是一个零风险的地方，所以实际上相较于这个新加坡的一些医院的一些管控，我们的是已经有一些蛮类似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些民众要进来做检查，要进来探病，他实际上都是要做这个抗原的一个快筛。那当然他们那边有一些因为风俗民情的不同啦，所以他们是没有所谓的这个陪病的，这个就是在照顾上面的话，他们是可以探病，但是没有办法陪病。不过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里面，那我们大概还是会有这个陪病的一个家属，所以这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怎么样从这里面也能够吸取一些新加坡的经验，让这个医院的院区保健能够做得更好，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好，那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线上的媒体朋友女士先生那开始提问。好，我们首先请联合报邱怡君提问，谢谢。各位医师早安，请问听得到吗？好，我想请听不到吗？听得到，谢谢。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员工监测的部分，刚刚有提到了一些有很多结构性的做法，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在这个结构当中，针对外包人员，例如清洁工，这个之前也有曾经发生过院内群聚的这个重要人员呢，那外包的厂商跟我们怎么合作进行这个外包人员的监控，是不是也在我们的这个 Red Cap 的一个使用上也有应用？那再来的话，就是想针对医疗人员，他如果有一些症状，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院内群聚，医疗人员他们是循着像一般民众一样的管道去就医，那可是医疗人员其实有其特殊性，那我们台大是不是有设计一些不一样的流程，针对一些可能有疑似的员工，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安全的就医流程，或者是更主动的去协助？
那如果说他们通报症状之后，接下来的处理流程会是什么？谢谢。好，谢谢。我想这两个都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那我们就请陈世英主任回答。哦，好，谢谢联合报记者的提问。那的确我们在这设计的时候呢，在编制内的员工其实问题是比较少的。那特别是刚您提到包括外包清洁，特别还有包括清洁还有传送，那常常有时候这些所谓我们外包的这清洁同仁，那其实他们有时候相对年纪会比较偏大，所以在这个资讯方面呢，有时候要整合进来其实是比较稍微需要花一点设计，那就包括这个名单的掌握性以及如何让他们能够 access 到这个 recap。 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后来有跟外包，其实不是有外包，所以大概我们的合约厂商都会请他们都有一个窗口，所以我们刚刚在简报里面也跟大家说到，就是说这个窗口它能够掌握，它并去必须要能够去随时去更新这个自己在我们医院里面服务的这些外包同仁或者是清洁同仁的这些名单，有人如离职有新的人进来，他必须要随时更新这个资料，把这资料汇到我们 recap 系统，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发送这个资讯给他们。那重点是让他们能够去每天去点。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很多外包的一些阿姨或者是伯伯，他不见得每天，或者是他不见得有这个收 email 的习惯。不过我们在 recap 系统里面，其实呢我们只要在第一次寄连接给他们，他们可以把这个连接拉到他们的手机的桌面，所以他以后不用去进 email 去吸收信，他只要每天任何时间他去点这个连接，他就自动连接到表单系统里面，然后一样去点四个按键告诉我们他有或没有不舒服。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个资讯的方式，让他们能够以最不困难或是最轻松的方式能够 access 到这个 recap 的表单系统，那他们这样每天就可以把他们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呢传回来。所以您提到的的确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说其实因为特别是外包传送，他们会在医院的各个角落这个去服务病人，所以他不像比如说我们一个护理师，他可能固定在某个单位，所以外包跟清洁人员还有传送这些的健康状况也是我们这个资讯系统这个管理系统非常重要且有特别去设计的一环，所以这边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那员工的方面，那当然现在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只要这个员工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想这个同仁都很警觉，然后去告诉我们的单位的长官，包括护理长或者是比如说医师，可能就跟总医师讲。所以在目前来讲，其实我们就会特别在如果评估起来真的有发烧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安排在特别情况下可能会到急诊去做筛检，或者是到我们的指挥的这个筛检中心去做筛检。不过我们其实更着眼的是更以后更长期的规划，就是说员工他现在他可能每天比如他有不舒服，他可能不见得每个都在医院里面就医啦，所以当然长期来讲最理想的状况就是我们以后可以连接到我们健保局的健康云，去了解我们同仁在如果他今天即使是在别的医院就医被诊断出肺炎，我们都能够很快的知道，那但是最理想的状况。不过以目前的状况，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每天去抓到前一天我们医院里面所有同仁门诊急诊或甚至住院的一个状况。那有些住院不见得是也许他可能是怀孕生产住院，所以我们在这些抓这些资讯的时候，就会特别去抓一些重要我们想要监测的症状或疾病的诊断码，然后呢能够把它这个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 waiting， 就是权重会设计上是不一样，那才会去然后了解说有没有一个单位特殊的一个群聚。所以我问大家可能在很快的介绍里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还有请同仁去回报他昨天或今天比较多的一个工作地点，如果他工作地点很自动很固定，他就每天会自动带入，那也就是说我们有点像院内的 GIS 或者是院内的这个定位系统，让我们能够去知道说有没有某个单位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群聚，就是重点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去增加我们政策的敏感度。所以我想现在其实在疫情期间同仁就医的话，院内都有一定的规定，他回报那我们会有一定的流程安排他接受必要的这个筛检，我想其实现在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设计上面着眼是比较长期在后疫情时代
这样的健康监测其实是有其必要性，也是针对在这一波新冠疫情之后以后的任何的新型传染病，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由这套系统能够去侦测到院内异常的特殊的群聚，来保护我们真正比较抵抗力比较差的病友的一个安全。那以上两点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谢谢。好，谢谢陈主任的说明。那我可能简单再补充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员工是有这个健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在院内就诊，当然我们就会做核酸的检测。那如果是在院外就诊，那就不一定会有做核酸的检测。不过院方的规定是，这些在院外就诊的一个同仁，那如果要回到院区上班，那一定要做一个核酸检测阴性，才能够回到他的一个工作的岗位。我想这个也是为了确保这个院区的一个，不会受到这个 COVID-19 的一个入侵。以上补充。接下来请中央社江慧君提问，谢谢。各位长官大家早安，大家好。想请教一下，感谢各位长官刚刚的分享。那我想就刚刚黄玉如教授分享一些新加坡的一些状况来请教。那首先是新加坡的这个卫生部长前几天有这个发文就指出说，新加坡的这个完整接种两剂的这个 COVID-19 疫苗的这个疫苗涵盖率已经突破这个80%的人口，那这个应该已经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一个状况。那想请教一下，您观察新加坡是怎么样办到的？特别是台湾目前在集中火力啊，是冲这个第一剂的疫苗涵盖率，第二剂的完整疫苗的接种完整接种的涵盖率仍然偏低啊。那不知道教授有什么哪一些建议？那第二个是说，刚刚黄教授也分享到这个在新加坡的餐厅用餐啊，那要出示这个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 App 一个认证这样子。那台湾之前其实有相关的一些像类似疫苗通行证的一些讨论啦。那个时候台湾是说，因为现阶段台湾的疫苗覆盖率还不够高，那而且这可能涉及到一些人权的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了。那新加坡是到什么样一个疫苗涵盖率才开始执行这样子一个认证的类似通行证的方式？那是怎么样处理类似人权的议题？那接下来是说，还有就是刚刚教授也提到说，现在新加坡以这个 Delta 变异株的疫情为主嘛，那台湾其实才刚刚的慢慢的走出这个本土这个 Alpha 变异株的疫情，大家为了这个每天加零啊，病例数加零很开心。但是新加坡好像并不是以这个追求清零啊加零为目标，那选择一个与病毒共存的一个措施哦。想请教，而且他们也是慢慢的逐步的一些开放一些边境的措施，边境的一些管制这样。那想请教一下黄教授的观察，那新加坡是怎么样做到逐步开放？那台湾可能有哪一些的防疫的观念啊，不管是境内或境外的一些防疫的观念，可能需要加强或者说可以改变的地方，谢谢。好，谢谢。我想这三个也都是蛮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就请人在新加坡的黄教授来回答。好，谢谢慧君你的问题。我们从第三个问题开始回答好了。他们新加坡，因为大家知道新加坡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的商业的活动的中心，所以其实他们的经济已经在过去这一年多来，其实因为封锁，边境的封锁，所以其实已经非常大的冲击哦，尤其是樟宜机场作为一个区域的一个转运的枢纽，所以其实新加坡政府要往前走，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想要跟国际释出这个讯号是说，他们要维持一个开放的社会。那再加上新加坡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要靠进口，它不是有例如说农产品，它一定要从边境马来西亚进口，或是从世界各地进口它的粮食的自己生产的自给自足率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必须维持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开放。所以也因此他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要能够迈向开放的社会，大概就是要靠疫苗的接种，而且是高比例的疫苗的接种哦。那所以就回到第一个问题，是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那其实新加坡大家其实应该也听说过，他们大概从去年四月的时候就开始有整个国家的疫苗的这个评估的小组，工作的小组，他们在非常快的这个非常以精准的这个疫苗采购的策略哦，主要是淡马锡的这个他们在背后哦，跟他们整个的政府的这个资源整合，然后去做这个精准的疫苗的采购哦。那
他们在第一去年的十二月的时候就开始施打。那你如果新加坡的这个卫生部其实都会有固定的这个他们疫苗施打的这个血率哦。那如果你去看那个血率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说他们第一波开始施打的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可是七十岁以上老年其实是现在疫苗覆盖率其实是最低的，大概是只有70%+哦。没有，其实这个其他的年龄层其实都已经达到90%+，所以那个全国80几是70几加90几之后平均而来的。所以其实现在他们很头痛的是最早开始施打的那群老年人口70岁以上的，到现在已经大概8个月这个疫苗施打的这个计划之后呢，他们仍然有一部分的老年人口呢不愿意或者是无法去施打疫苗，所以他们反而是其他这个年轻的族群几乎都可以达到90几%的疫苗覆盖率，所以他们现在政府最头痛的其实是这老年的人口。那再加上 Delta 进来之后，这个住院率啦、重症率、死亡率，发现都是以这些没有施打疫苗的老年人口为主。所以新加坡为了要弥补这一块，所以他们知道有一些老人家呢，虽然他们新加坡它是以大型的疫苗施打站，那现在一刚开始在疫苗还比较有就是供应的限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上网去预约。现在已经没有预约了，现在基本上你只要有你的这个你是有你的身份证哦，你有居住的证明，居留证的证明，你就可以走进任何一个施打站，要求你要施打疫苗，所以已经是非常的开放。但是他们知道这些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家，大概他们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不愿意施打，大概就是有一定的理由，所以他们现在变成是把疫苗带到社区去。所以他现在征召一些义工的医师医护人员，就是做他们有这个疫苗社区的这个 bus， 然后呢就会定点到社区去，然后呢去寻找那些还没有被施打疫苗的老人家，一方面对他们卫教，一方面呢就带着疫苗去打。好，那这样子他们在过去一个月开始一两个月开始做这样子把疫苗带去社区施打，那的确有让这些七十岁以上老人家的疫苗的覆盖率再稍微提高。那因为新加坡的这个国家的免费的疫苗是 Pfizer、BNT 跟 Moderna 这两个 RNA 的疫苗，所以这两个是相对新的这个技术的疫苗，所以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对这种新的技术的疫苗其实是有疑虑的，所以他们也是在等其他的疫苗。所以新加坡有开另外一个等于说是自费的疫苗，那这些自费的疫苗就是所有经过 WHO 认证的疫苗，包括 AZ， 包括中国的新科国药，还有 J&J 这些疫苗，那他们会专案进口，然后给留给这些对于国家疫苗这 NRA 疫苗有疑虑 的民众做选择。那这个从他们开始开了这一条就是说自费疫苗这条路呢，他们的疫苗的覆盖率也是提高。所以新加坡等于就是说他们因为就是一个像台北市的一个城市嘛，所以疫苗你要去用原来的公卫的系统去做大型的施打，其实是台湾也很有经验，其实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以这样子的一个城市来讲。那但是他们现在需要克服的就是有少部分的民众他们对于这个疫苗呢的这个还是有接受度的上的问题，那所以呢他们现在采取的就是说呢把疫苗带进社区哦，过去是就请大家到疫苗施打站来施打，但是你大概知道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撞到天花板，就上不去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转变策略，就是你把疫苗带进社区里面。那因为其实国家其实可以，他们有非常清楚的资料知道说在社区中的哪一些人还没有有施打疫苗的哦。好，那接下来就是人权的问题啊，这个是非常，这个你要我回答新加坡人权问题，我现在人在新加坡，那个
我大概讲说他们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是非常对于政府的任何的措施都是几乎是非常尊崇的，尊崇率非常的高。那在推出以这个有我现在我不知道各位看到，就是它的 app 上面呢会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这是我的，这已经有接种过疫苗的这个一个绿色的小勾勾哈。那这个小勾勾你去吃饭的时候呢，定位的时候它就会要看你的这个小勾勾啊。那这样子的政策是大概是在今年的八月初的时候，政府开始宣布他们未来会用这个疫苗施打的这个方式作为能不能够在外面用餐的一个根据哦。那其实你说有没有人权的考量，你如果以现在疫苗覆盖率已经到 80% 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可以预期的是说大概全岛 80% 的人都会觉得说 OK， 那对我来说是 OK 的。那所以他们其实是 我比较不会用他们这个是违反人权的这个解释，他们其实是想要用这一个当成是一个 incentive， 一个诱因，让那一些 20% 的人他还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能够加速他们能够出面接种疫苗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其实在这边不需要再提到说到底接种疫苗是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哦，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范围里面。所以那目前来说的话，他们现在对于可以出外用餐的规定也蛮有趣的，就是说你的一桌最多五个人，然后这个五个人里面通通都是要有绿色小勾勾接种过疫苗的，除非你有12岁以下的小孩是还没有办法有疫苗可以打的哦，就是在这五个人之内，那你不能有超过五个人的聚会。那其实民众也很聪明啊，假设我有十个人的聚会怎么办，我就用两个人的名字去订两桌，就五个人这样。但是他们政府也知道说民众会有这样会玩这样把戏，所以他就说那你这五个人这两桌呢，你不能换位置，你不能彼此的交流，你就是交流，就是在这两，你就是这两桌彼此交流。那所以这也是民众在这样子的一些防疫的规定之下，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对于社会开放的一个期待。那就算是新加坡这么对于这种防疫措施，其实算是民众的这个遵从率非常的高，但是长时间的这个管制其实大家是受不了的哦。那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出去吃饭，那个餐厅里面其实是昨天晚上是礼拜一晚上餐厅里面其实是坐满的人了。那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台湾就是说我们过去有疫情的之后大家可以自动软性封城待在家里，但是那个大概都是短暂的。从澳洲的例子其实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样子的短暂封城其实大家到后来就是非常的疲惫。所以真正的态度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与病毒共存，那疫苗现在已经证实是能够大幅的减低死亡率跟重症住院率，所以渐渐的可能台湾的民众需要从我们非常习惯非常希望有的加零，可能开始要转向的说我们今天全国的重症率有多少，我们今天全国的死亡率因为染疫的死亡率有多少，所以渐渐转向类似流感的那种观念跟态度。但是这必须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疫苗覆盖率来帮我们买时间。那现在台湾政府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个买的时间尽量的缩短，让我们的疫苗覆盖率的那个斜率可以快速上升。以上，谢谢。好，谢谢黄教授非常精辟的回答。那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防疫是要靠科学，但是还是要顺应人性。那只有科学跟人性那个一起用下去，
这个大概防疫才会成功。我想这个当然就考验着所有人的一个智慧。好，谢谢。不知道线上的朋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请联合报邱怡君提问，谢谢。你好，不好意思，我们第二次提问，想要请教一下，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说这个员工监测是着眼未来，或许会一个常态性的去了解他们的就医记录，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知情同意的这个流程，就是说他们是否授权他们的健康资料、就医的记录是可以被他们的雇主所掌握的。那第二个是针对刚刚黄教授所说的新加坡高覆盖率来与病毒共存这样子的策略，那我们台湾目前也很努力在做，但是因为我们疫苗取得的不确定性很高，所以我们现在国内也在做了一些其他的监测来补足这个部分。那我们想请教说新加坡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于快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采认的制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像是要开学或者是很多的场所都有要求必须要出示一定时间内的快筛阴性证明，但是其实我们的阴性证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采认方式，好像你拍照也可以，然后用口头报告也可以，那不是很能够真，就是会不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了解到说新加坡政府其实对于这些管控都好像蛮严格的，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方式我们台湾是可以参考的，那帮助我们未来比如说秋冬要来了，越来越多人会有感冒的症状，那或许会来会有更多的场所会想要用这种方式去塑造一个安心的场域，那在技术上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吗？谢谢。好，谢谢。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请陈主任回答，那接下来再请黄教授回答。好，就是员工就医资讯，因为牵涉到个人的健康，特别是如果他今天是生病住院的话，基本上的确是有这方面的考量，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整个系统的设计，包括 RECAP， 包括我们这个资讯的这个整个是在院内云的这个方式去做存取，所以再加上医院对于资料的管控，所以这部分呢，基本上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能够让员工了解他这些就医资讯完全是在医院里面的一个治安系统的保护之下，而且只有少数具有权限的人呢，他能够去 assess 到这个情况。另外一个，他出来的这个资讯呢，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一个 collective 的一个资讯来一个呈现。不过我们的确在这方面呢有讨论过，可能会请同仁呢，如果以后在签订一定的这个，在取得他的这个同意之下呢，我们才会把他的资料呢去汇集到我们的这个资讯系统里面去。那这个是也对同仁的一个隐私的一个重视一个表现，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确在设计方面会有去考虑到的地方。谢谢。好，谢谢。来，请黄教授。好，谢谢怡君你的提问哦。新加坡对于这些快筛试剂呢，大概在卫生部的网站上会有一个 list。那其实台湾的 CDC 也有一个 list 啊，就是说民众可以就这些就是说政府核准有效这个准确的这个快筛试剂，他都可以接受，所以其实他不会去因为能够在境内贩售的，其实就是已经有拿到许可证的快筛试剂了哦。那所以他倒是没有特别去说你一定要是A 厂牌或 B 厂牌的我才认证、哦、所以新加坡的这个管制是这样子的。那新加坡在他政府其实虽然是个大政府，像在这些事情呢，其实很因为是每天的日常，所以他大概也没有办法用大政府的方式来管控，所以他其实是把权力下放给比如说各单位哦。那比如说我们以假设是要进行一个500人的一个室内的集会或者是我们以这个教会啦这样子的一个室内的集会，他其实是把这个责任转嫁给这个负责的单位，那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比如说因为每一个人现在都有我刚刚那个 app 你都知道说他的疫苗接种的状况所以你其实每个人其实他要去参加那个集会的时候呢，他必须就要告知主办单位说他是不是已经完整接种疫苗了 OK，
好，那在进行这样子一个大型集会之前呢，他其实就会要求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大家要出示你，比如说两天前或者是两天前的这个快筛的结果、哦、那所以之后你才能进入这个参加这个集会。所以他目前的方式是比较他真的是以这个有没有第一层筛检，就是有没有完整的接种疫苗之后呢，第二层才是所谓的快筛、哦、来做这个检测。 OK， 好，那其实还很有趣是新加坡政府其实把快筛已经好像要把它推向是一个日常，因为我们现在新加坡政府最近的大放送，有一阵子的大放送是每一个家户有一个这个血氧机嘛、哦、然后前一阵子大放送是每个家户可以有两盒的外科口罩还有一盒 N95 口罩。那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他们希望民众什么时候使用 N95 口罩，但是就是每个家户可以免费的去领取这个口罩。那第三个大放送即将要来的，就是每一个家户呢他会送你六支的快筛试剂。 OK， 那他希望借此让这个快筛试剂让民众能够在家户中在社区中就可以做这个快筛的熟悉快筛检验的方式，然后也会告诉民众说是哪里可以购买这个快筛、哦、那所以他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措施是想要几乎把快筛变成好像是我们过去可能是量体温，好像就是家户常备的一个态度哦。那他们的做法是很有趣的。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做法是像整个的这种大型省的这种机构的这种筛检呢，我们以大学作为一个例子好了。那以 NUS 新加坡国立大学，他们就是要也是由你有没有接受疫苗完整的疫苗接种来做区分哈。然后呢，因为在大学里面会有住在校园的学生，还有这个老师，还有没有住在校园的啊、哦？那因为住在校园的宿舍区其实是高密度的一个聚集，所以呢，他们会希望住在校园这些学生其实是每周要自己做快筛。好、哦，那这个时候就考验人性啊！大家因为英国有那种你英国的学生是为了不想去上课，然后所以他就假造那个快筛是阳性，他就可以在家不上课嘛。那亚洲这边害怕是说学生想要啪走，但是他不想要就是好好做快筛，所以他就可能随便挖一下。所以新加坡就会想出说 OK， 学生们你就分组、哦、比如说一组的学生你就固定某个时间大家集体网路上这样子同比快筛，然后所以呢有社监或是师长就会监视每个同学真的有实际的操作这个快筛。那其他的师生呢，那也是建议说他们是以进入校园的次数哦，这个做法也是非常新加坡，在台湾大概大家很难，但他们就说你进入校园平均20次你就要做一次快筛，所以你就要算说我今天进，因为大部分 很多人还是在家工作，所以他就要算他进出校园是不是有到20次就做一次快筛，所以这个是 NUS 的做法，但是每一个学校有他们不同的做法，所以他基本上新加坡政府他给你的大方向 OK， 你们现在要推出这个所谓的不同的场所的一个快筛的 program， 那你们自己去设计。好，所以他应该就是说他现在是把等于是快筛变成是一个我刚刚讲说它变成是一个社区常备的一个措施、哦、那他也把、哦、我刚刚讲到说快筛试剂大概就是一个是 一剂大概就是两剂是200多块嘛，所以价格也蛮亲民的、哦、那当然对一些弱势的家庭呢，他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社会服务会去免费提供这些快筛试剂，那是另外一个。那大部分的家户呢除了他送的六个快筛试剂之外，你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快筛的价钱来说，他们预期在家户中能够有就是说日常的这种快筛的这种提供应该是不会是有很大的问题。那所以我
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大概未来的日子就是看你有没有接种疫苗决定你可不可以出去做任何事情，然后第二就是你可能要去参加大型集会，不是说演唱会啊什么样，那大概就是你一定要出示快筛的这个结果。那当然快筛为阴性为阳性，那所以这个就是靠后端的医疗端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为阴为阳，你怎么样再去有进一步的筛检去做所谓的风险的管理。那不过在社区的层级尽量他们就是让人民已经变成说就是说大家对已经变成说快筛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未来新冠的正常化常态化大家需要去学习的一个生活的技能吧。以上。好，谢谢。我想也是顺着这个问题啦请教一下邱主任，就是说从这个新加坡他们在使用这些快筛试剂的一些经验，那对我们这些民众如果以后要到医院医疗体系特别是台大医院，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好，那目前来台大不管是入院前或者是在检查前做快筛，其实民众抱怨除了费用的问题以外，当然他们会认为说他能不能用自己检验的试剂来做检测，那这个到底医院认可了，那这个部分我想大概我们必须要考量，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验证他那个的确是验他自己的检体，那再来是他所说的时间是不是都正确。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大概未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作业模式越来越顺畅，越来越民众也越来越习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精致一点，那让民众的方便性也越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减少所谓的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做采检的这些负担，我想这个是需要慢慢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好，谢谢邱主任回答。来，不知道线上的媒体朋友还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没有媒体提问的话，我们的记者会在此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参与的媒体朋友以及各位长官，谢谢。好，谢谢各位。